你觉得委屈的话，你可以找一个更好的男人来照顾你，好吗？两个人在一起要互相扶持和照顾的。到底我的问题在哪里？目标不清晰导致失败。一个没有聚焦的人生，是没有人能够看到我们的。爸妈，这次我真的回来了。儿子，我成功的那一天，时间不多了，多陪陪他吧。爸，你还好吗？